这里走出了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这里诞生了著名的剧本《雷雨》，这里印刻着清末名士梁启超、梁思成父子的足迹，这里闪烁着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的风采。他将科教兴国当作使命，和民族的荣辱兴衰休戚与共；他将行胜于言当作行为准则，追求崇高的理想和务实的行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他的一贯本色，不拘一格、广纳贤才是他的博大胸怀。他培养出众多学术大师，在科学的世界里独领风骚。曾经的他以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而著称于世，今天的他以世界一流大学的骄傲屹立于东方。1964年10月16日，我国大西北的上空绽放了一朵极为壮观的蘑菇云，它向世人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其中众多科技骨干，包括1999年获得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科学家中的王大珩、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14人，都来自中国同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作为大学能够独立存在于社会的其他组织，这个而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学术组织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所以我们一直是把人才培养作为清华大学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任务。所以这95年来，清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学术大师，兴业知识，治国治才。自诞生初始，清华园就从未停止过人才的吐纳。然而这座中国知识界的中流砥柱却脱胎于苦难之中，它的前身是清政府利用美国政府偿还的庚子赔款而办起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学校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国耻的痛楚与重负，与振兴国运的责任和决心，让上个世纪初走出的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的脚步异常沉重，也异常的坚定。他们把复杂的心情化作发奋的苦读。在建校之初呢，正像当时的著名的哲学家罗素所讲的，几乎是一所从美国移植过来的学校。但是清华毕竟是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清华的师生呢，就把清华学堂看作国耻纪念碑，以学国耻、图富强作为自己的责任。清华呢，是中国政府开始向国外大批的派遣学习科学技术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开端。1914年，著名政论家、清华国学导师梁启超先生以“君子”为题在清华演讲。他以《周易》中的乾坤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业、发愤图强，做中流之砥柱。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的校训，铭刻在每一个清华人的心中。我6年考进清华的，那么41年给我的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清华大学的人，就清华人那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那个精神，那是拼命奋斗的精神，一辈子事情不做成功、不罢休的那个精神，我觉得是厚德载物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对清华的精神，我想呢体现的就是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们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
君子以家国为重。五四运动中，清华国耻纪念会曾立下以生命保护主权的誓言。到了风雨飘摇的30年代，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没有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正是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使清华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加上梅贻琦校长提倡的大学必有大师的办学理念，一时间清华园内名师云集，成为乱世中蔚为壮观的文化奇景。我们的老校长梅贻琦讲到，是吧，大学乃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指的就是说呢，一个学校要办好，关键是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实呢，它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国学研究院，不过它以国学为主。当时有四大导师啊，那么就是梁启超、王国维啊，这个赵元任、陈寅恪。那么这四大导师都是大师级的啊，我也大家都是公认的，是吧？还有一位讲师，就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老前辈，就是李济，那、李济之先生啊，他当时是讲师，可是实际上他也是这个导师一方面。所以呢，他们几位先生再加上有个主任，就是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就是吴宓，是吧？那么只有这么几个人，可是这个清华的国学院呢，这么有名。自由务实的学术氛围，使得破格事件在清华园里屡屡发生。然而，正是有了慧眼独具的大师，有了不拘一格的魄力，清华的天空才能升起一颗又一颗耀眼的学术明星。当时像吴晗，他这个数学是得了零分的，对啊。但实际上呢，学校呢认为这个人的这个历史基础非常好，就破格录取了，后来成为历史大家。数学系破格，这个让华罗庚啊，他更没有什么学历了，对吧？先来跟着学，以后参加一定的研究和教学，后来成为数学大家。那么这也是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拘一格讲人才。校内一个幽静的小山包上有一块石碑，是为纪念清末民初的大学者清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建。碑文由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撰写，碑额有书法名家马衡题撰，碑身则由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梁先生是我们这个建筑学院的这个奠基人啊，整个建筑学院是梁先生一手这个开创起来的，而且当年在40年代刚开始建建筑学院里边提出来的这些基本的办学设想、办学思路，仔细现在想起来，到现在还我们还在一步一步照着他那个思路去实践呢，所以为整个建筑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整个的一个基础。清华大学是梁思成一生钟情的地方，美丽的校园不仅留下了父亲梁启超的身影，也记载着他成长的足迹。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胸襟坦荡，敢于坚持真理。他对蓟县独乐寺进行系统研究后写成的第一个调查报告，不仅纠正了日本学者对该建筑年代判断的错误，而且成为当时国内学术界的扛鼎之作。梁先生他在每一篇调查报告里头都要讲他是怎么样去的，怎么发现的。说现在到宝坻县是很近的，坐汽车不久就到了，但当时要坐汽车到宝坻要颠簸好几个小时，他是坐的那些车啊，过桥都要人下来，为什么？怕把桥压垮了，遇到林立的路人要下来推着车，这样颠簸好几个小时到了宝坻县，因为一般古面古建筑都在郊区，还要换骡子车、换马车，甚至于骑毛驴到山里面去寻找这些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一路南迁，最后抵达云南。
三校合并，更名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梁思成也举家离开北京，追随学校来到昆明。为了方便研究工作，1940年年底，他们又搬到了四川宜宾县。工资都发不出，更不要说研究了。有时候梁先只能变卖自己的衣物来维持生活。梁先的儿子梁从诫先生，他回忆他小时候，常年穿着草鞋，只有过年才能穿上他外婆给他做的布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林先生常年卧病在床，缺衣少药。但是在这么个艰苦情况，他们仍然做研究工作。梁思成夫妇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自强不息，在资金极其缺乏的条件下，先后共调查了200多个县、2000多个建筑古建筑单位，终于在纷飞的战火中，在西南的边陲小村，完成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古代建筑史。1946年秋天，清华大学附校开学，梁思成迫不及待地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开拓了清华大学另一片为世人所称道的领域。1946年到1947年，他在美国讲学的时候，那么他因为参加联合国大厦们的设计呢，会了很多世界的知名学者，他有访问了一些，在美国时候访问了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一些座谈会。他回来，他在学术思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就是也是受到西方建筑思想的启发吧，就叫体型环境。他把建筑的观念呢，已经从一栋房子等等，就是变成叫个体型环境。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建筑师就是用砖瓦谱曲的音乐家，而清华园的建筑本身就是一曲动人的交响，这里留下了清代皇家园林的遗韵，20-30年代清华学堂时仿欧建筑的风貌，建国后仿苏联建筑的结晶，以及近几年现代建筑的缩影，色彩的渐变也一如清华的历史，从逐渐变淡的过去走向日新月异的未来。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代建筑师，将灵感的种子播向四方。我们现在的探索呢，就是一个在建筑人居环境的理论方面还继续在各方面探索，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了，而是在城市的这个区域。好比像你研究北京，你就必须还联系到天津啊，还联系到周边地区啊，所以后来呢就叫就是城乡的发展的规划。吴良镛院士从1946年起协助梁思成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半个世纪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清华大学，为祖国赢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和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创立了荣贯解决人居环境问题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前人的荣誉为后辈竖起了前进的路标。这台机组是我们清华大学研制的溶液除湿空调机组，这台机组是提供干燥的新风来去除室内的潜热负荷，就是人员的这些散湿的负荷，满足室内卫生的要求。这台溶液除湿机组跟常规空调机组的区别在于，是以采用稀释性质的盐溶液作为媒介来处理空气，从而起到对空气的湿度控制这样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效果。清华大学经过
20多年的这么长的时间，然后研发了完全基于自主产权的动态模拟软件 DEST。 它可以主要应用在，就是说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只有设计方案而没有建成之前，就去预测它的环境状况以及所需要的能耗。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 DEST 的一个界面图。那目前呢，这套模拟软件已经在国内外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960年，一批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年轻人胼手胝足，开始艰苦地兴建清华大学原子能实验基地。1964年，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1966年，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研究获得成功并顺利投产。清华大学的一系列研发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那么我们建成了5兆瓦，也就是5000千瓦功率的这个一体化的核供热堆。这个堆呢是世界上第一座啊，那么一体化的压力壳式的核供热堆。这个堆的建成呢，应当说在我们国家就为我们核能供热的应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叫做10兆瓦高温气冷堆，我们呢希望通过这个反应堆能够实现一种核能，这个核能呢能够为人类提供电力，然后甚至未来能够提供制氢，同时呢它是确保是固有安全的。这是一座具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在该领域里边具有先进作用，而且是我们国际上现在唯一一座正在运行的球状式模块式高温气冷堆。也正是由于这个反应堆的建立，确立了清华大学核能科学技术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创新是科技攻关的灵魂，清华大学核研究院通过创新频频问鼎国际领先位置。1996年，分离高放废液的中国 TRPO 流程研发获得成功，该流程被国际核能专家评价为国际上两个最好的流程之一。2003年，世界首套钴60集装箱 CT 检测系统与世人见面，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我的事业在中国正成为清华人激励报国之志的响亮口号。我们研制出了可以移动的集装箱检查技术，一种叫做车载式的，一种叫做组合式的。所以这两种移动式技术的这个研制成功啊，使我们一下跨越在了这个领域在世界上的这个先进水平。这个当时是这个世界上是我们是最早研制出来这个技术的。所以这个技术研制出来以后的话呢，迅速在中国海关啊得到了这个大量的应用，并且一下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竞争能力。我们这个学科叫核燃料循环与材料，这个核燃料循环是核能实际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支撑体系。核燃料循环现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实现核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另外一个是实现核废物的最小化处置。这两个因素也正是未来制约核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关键的因素。面向交叉学科充满生机的材料系，是一个门类齐全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群体，研究方向包括材料物理与化学、金属材料、生物材料及纳米材料等。今日清华在海内外享有的声誉，是十多万名清华学子共同奋斗、不断创新的丰硕成果。我们有一个叫纳米人工骨，那么这个纳米人工骨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纳米金胶原的这个基骨的修复材料。大家知道，人如果骨头受到损伤，最好是用自己的骨头去修复的，但是用自己的骨头修复当然会对这个病人造成了又一种伤害。所以呢，我们发展了这种骨头呢，这个
去做一些修复工作。现在这个骨头呢已经有了一百多例的这个应用的实例，也得到了美国和中国和美国的专利。现在我们研究的是叫膜生物反应器，就是把膜技术和生物处理结合起来，这样做呢又可以把溶解在水里边的有机物可以分解掉，又可以把悬浮在水里边的有机物呢也分离掉。那么这项研究工作现在做的在国内是很领先的水平的，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地位。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注重实干和实用的清华人从来不会将知识装进象牙塔封存，而是服务于每一个需要它的领域。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和高技术开发的同时，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努力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这个新房锅炉床的国内的设计买过很多，但是呢消化吸收以后我们自己在创新，那还在这方面就我们自己占领了阵地啊，占领了就应该说国外的一些技术我们基本都掌握了，从必然到自由了，以后我们自己设计这个呢，从脱硫所飞的成本来说呢它会低一点。所以一个是在烟气脱硫，我们多年来坚持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新脱硫装置，还有就是在炉内新的循环方法把它脱硫，这两个都是一句话，就是主要是这个燃煤的污染控制。产学研结合还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电力的发展是吧，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必须这个高等学校跟企业很好的合作。产学研一体化一直是清华大学鲜活的生命源泉，而志存高远的理想，脚踏实地的努力，使清华人有了顶天立地的勇气和实力。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在对微纳电子学、下一代互联网、生物信息学等尖端领域进行创新探索的同时，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高水平、交叉性、国际化的平台。整个下一代互联网呢，应该说从它的这个速度、安全、质量，以及它的整个的，包括它的硬软件这个实施上，那么很大一部分是清华大学组织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研究开发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这个上千所大学都用这个互联网进行沟通，包括对外交流。那么所以这个下一代互联网在清华大学乃至在全国应该说都是具很大的影响，在世界上也是有一些影响。清华大学当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这个在工科方面的大学，那么它有全国最好的老师和这些学生，那么所以我想要替祖国做事情的话，那么我想清华大学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早在1914年，化学老师马约翰加盟清华，提出要通过体育锻炼改造一盘散沙的局面，培养团队精神，扫荡文弱书生的形象。从此清华学子报效祖国的准备工作不仅包括知识的学习，还加入了身体素质的培养。马约翰先生是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啊，那么他提出的在体育教育当中啊，培养健全的人格啊，那么也是熏陶了一代代清华的这个学子。另外一位呢，我们叫我们的老校长蒋南翔校长啊，那么曾经提出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啊，也是熏陶了这个一代的清华学子呢，在这里面受益。在清华，各种信息冲击着校园里一颗颗年轻的心。清华是世界的学术重镇之一，与29个国家和地区的153所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
清华大学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友谊交往中特殊的窗口，来自全世界的学术权威、商界精英、政界巨要经常把清华作为访问中国的必经之地，因为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我认为到了21世纪的中期，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的强国，那么它必然会造就产生一批一流的大学，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作为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知识大学、全国人民非常寄予厚望的大学，那么责无旁贷，应当是在国家强盛过程当中把我们清华大学建成是一流大学。在清华的天空上，有太多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水木清华，人文日新，90多年的风雨历程，清华大学传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风，接力着以科学兴中华的神圣使命。他将把曾经和现在的辉煌延续至更久远的岁月中。